点解渠管唔可以随便整呢？因为排水渠管嘅设计同埋建造都要符合法例嘅规定，擅自改装排水渠管、拆除隔气弯管或者反虹吸管，臭气同病毒都有可能通过渠管入屋。千祈唔好乱改啊！有问题要揾合资格嘅建筑专业人士检查啦。嗱嗱嗱 ，check 佢啦喂！想 keep 住渠管健康，快啲上 YouTube 睇片啊！